招人啊，不是新加坡是这样的吗？他们的基地啊，那个空间都有在运动，可以去瑞士吗？可以，什么？不过你们记住啊，你们的上可以来。看到什么？哇 ，video 看不看？看不看？啊。哎，我们这边的工钱挺多，人家新加坡钱挺大的，我们买东西比贵，到底是我们辛苦还是你辛苦？我刚刚买的十五个，十五个。那么就没有了。15个点了。哦。那么还没有。通常这个我都关来了，我每天是上山的，一直上山，就是上云顶了。KFC、拉康边，这个大石头的，这个是最吃的了。打广告呀！可以可以。你也去买个。楼梯路，看你要走哪里。以前这个是被封了，现在。哇！哦，这有点。对啊。过来点，点呀。
买了一个碗蛋。呀呀，这个你看是多没蛋。我晓得，我晓得。我晓得，我晓得。我晓得，我晓得。两百。两百。老婆，你来几个？来几个？来几个？啊？我管你。行。哎，看我很晚嘞，等我再离开。OK。那边给他留着了。啊？对的。啊？看我离开啊！哦哦，可以看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慢读。照片挣钱啊，你不要笑啊，跟你讲。啊！不要笑。喂，舒服啊，睡觉了。叫我啊，谁来啊？叫我。有些人啊，上来一下子，走。啊，公啊！我可以拍到那个云来走。是啊，要拍啊。不是我强，不是找到你们做朋友啊，看你们那里会对我们一个女强。那个吧，是吗？那个上面。